当太阳入眠，星星眨眼，记忆开始倒转。那年夏天，眼前慢慢浮现你微笑的脸，悄然拨动心间回忆的线，不能忘。奔跑时相伴不遗憾，曾携手向前，时光匆匆斑驳了容颜，无法改变那年的诺言。如果时间有脚，跌跌撞撞向前，拥抱爱是蹒跚却勇敢。时光匆匆斑驳了容颜，无法改变那年的诺言。如果时间有脚，跌跌撞撞向前，我好担心方茴啊，我不知道这种事他能忍多久。是啊，方茴还是什么事都装在心里，不管想什么都不会发泄出来的人，就像心里有座冰山一样。陈寻，他曾经是可以让方茴的心融化的人，但是现在却又像正在焚烧方茴内心的火。我真是不懂，为什么陈寻会丢下方茴去和那女的交往？
时间在变，人也在变。也是，赵烨也是一样，他变了好多，不像我们曾经认识的赵烨。不要那样想啊，我觉得他没变。赵烨啊，人生经历了太多沉重的事，他只有这样才能生存，给他点时间会好起来的。明天还一起去吃饭吗？去啊，说不定一切会好起来。我也希望这样。对不起啊，是不是等久了？没事，等更久我都可以等。嘲笑我吗？没有嘲笑，我说真的。那等轮到我洗澡，大家都已经在卷头发、化妆、擦脸，不抓紧的话，都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弄好，烦。那我们搬到一起住好吗？你说真的还是开玩笑？真的。好啊。学校后门有好多宿舍，那现在就去看吧。今天吗？今天不行，刚好今天我和以前学校的朋友有约。那每个人都去吗？嗯，方茴也去。那好好和朋友说，我不想你和朋友发生矛盾。嗯，好吗？走。我们还是同意一下比较好，不要让赵烨知道我们之间有问题，好吗？走吧。
哎，赵烨。哦，还以为不来了呢。我有点事，耽搁来晚了。吃啊，点了怎么不吃啊？等你呢。喝点什么？啤酒还是白酒？你呢？我早就不喝了。你喝吧。老板，来五瓶啤酒。放回。之前不是不喝啤酒吗？怎么点了五瓶呢？吃饭吧，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，谢谢。哎，还记得这个吗？你还留着这个啊？是啊，我一起带来了，看到就想起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。赶紧倒。不行啊。来来来来来。这杯给你，赵烨。为你归来干一杯，乔燃。哎，方茴，慢点喝，等下醉了。陈寻，你照顾一下你女朋友啊。来，吃。赵烨，你是不是饿了？吃饭吧。对不起，嘉莫。赵烨，这杯就敬你出狱吧，恭喜你了。方茴，够了吧？方茴，够了，喝了很多了。乔燃。我祝你在英国，在英国过得好。方茴，方茴，冷静点。嘉莫，方茴，我谢谢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够了。你们是怎么了？啊？回答。
陈寻，我祝你和艾恩。方茴，不是说好不说这件事了吗？赵烨，我和陈方茴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，知道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和你说了够了。哎，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？那你又有什么权利啊？哎，你呀，还真是坏呀！你怎么能这样对方茴呢？你们停一下。你怎么回事啊，陈寻？你不是和我说过吗？方茴是你最爱的人，现在都变了吗？是我变了吗？到底是谁变了？我们去监狱看你，你去哪里了？你跑去哪里了？现在你出狱了，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？你还把我们当朋友吗？我错了，满意了吗？你们都给我住口！你们都在做什么？朋友这个词对你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了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破事？方茴，方茴。方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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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不要，不要再说对不起了。你跟我说过什么？你不记得了？你说你不会再和我说对不起这个词了。
吗？不，哎呀，过来！浪漫啊！喂，搬新家当然要庆祝一下，不用再听他妈抱怨穿着打扮的事了，真舒心，洗手间也不用排队。等等，搬来和我一起住就因为这事儿是吗？我都卷铺盖搬过来了，还不知道和谁在一起呢，我可委屈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这样吧，我发誓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陈寻，你不用发誓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好了，有心就够了。嗯，饿吗？饿了。吃饭吗？吃吧。想吃什么？吃哪个啊？속눈마음어가在心外，속눈마음空어가在心外。陈寻，你外面的房子怎么样啊？生活滋润吧？挺好的，好就好在不用闻你那些臭味儿。哪里臭？哎，哎，查克，我的光盘呢？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手？你急什么呀？我已经等了一周了。你呢？是不是也到手了？我不像你这么饥渴，混蛋。我还没怎么，但是比特呀，真是够狠的。怎么了？就那一天，他把我的药拿过去了。哦，太坏了。那是到手了吗？全部吃得一干二净。哎，真是太混蛋了。真是嫉妒他了吧？没。话说他是谁啊？认识吗？那个女生听说叫方茴，跟我们同一级。混账！你刚才说是谁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是谁？方茴啊！方茴！啊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你说什么？你打我干嘛呀？哎，查克，方茴是陈寻的前任。你的前任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关你什么事吗？你快走，要去哪儿去哪儿吧。冷静冷静，你要去哪儿就赶紧去。冷静啊，冷静。陈寻。Thank you.
方茴，方茴，方茴，方茴下来谈谈。方茴，方茴，方茴，方茴。方茴，发生了什么？啊！放手！发生了什么？因为那个禽兽是不是？好，我去把他宰了。你喜欢他吗？他来追我。追了又怎么样？你就答应了吗？那又怎么了？那你呢？你和艾恩搬走，住在一起去了。可以发生什么呀？我也可以啊。那你爱他吗？啊，你爱那个混蛋吗？我和艾恩有什么？也是因为我们相爱。那我呢？我就不爱你吗？我就不爱你了吗？是我笨，才会还爱着你啊。陈寻，你干嘛了？怎么喝了这么多？我很开心。你确定吗？又开心又难过，你没有过的。够了。安，我爱你。你让我这样担心你，是爱吗？我是个糟糕的男友，十分糟糕。对不起，安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
对不起，方茴。是我不好，我是个不好的男友，我是糟糕的男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方茴，对不起。倒霉的鞋。哎，对不起，是我蠢。又蠢又疯，我就是又蠢又疯。又蠢又疯又弱智。我就是极致三点于一身，满意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想要你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照顾你。来，先穿鞋，快点。快点穿，快穿鞋。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要疯了。什么疯？
我疯了吗？我没疯。是吗？风呢就说风，拖拖拉拉的。突然抱怨我搁在心外，你是因为我坐的牢，你不是坏人。事实上是没人知道我坐牢的原因，嘉莫。现在只要我靠近谁，人家就说我是牢犯，谁都嫌弃我。嘿，你一定不要灰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相信我。加油嘛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加油嘛，加不加油？加油！哎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件多少？这件200。嘉莫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干嘛？我想到了。什么？你看，我看要不我们也进一些衣服来卖吧，你看生意多好。嘿，可以啊，不用去当谁的员工，不用去求人，最重要的是你就不用被人看不起。我同意。那这样，我就去找男装，而你呢，你就去找女装，好不好？那配饰呢？就是首饰、包包。啊、可以可以。那行，认真的啊，我也投资啊。肯定要一起投啊。行啊。或者你当店主也可以呀、啊，啊，我让你当啊，怎么样？这不是肯定的吗？我们店里的第一条规定就是买多少都给我。想拿就拿去吧。嘿，走，先去找衣服啊。你真乖。走。好。能卖出去吗？肯定能。啊，都没人啊。排练一下。每件250。带图案的 T 恤衫。带图案的 T 恤衫每件250。招呼客人进来买。可以先来看一下。就是这样。啊，来了，来看一下，每件250哦，大哥。大哥，都是很酷的衣服啊。你不是说可以卖的吗？没事，就一个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先来看看啊，可以上身试试看，不买也没关系，可以试。里面还有包包。行得通吗？还有一个办法，等一下。什么？可以先来逛逛啊。嘉莫，你在干嘛？在卖着。我等会出去。嗯，你好了没？你在干嘛？我来啦！你看，好看的 T 恤衫每件250而已啊，可以试穿啊，每件只要250啊，妹妹，可爱的 T 恤衫只要250啊，
可以再便宜点吗？可以，要是买两件肯定可以便宜，200可以吗？你先看看，可以先看看，先试穿。还有包包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这件只要250，可以试穿吗？可以的，试试吗？都可以试穿，可以试。200，感兴趣吗？每件250，每个200，可以试。它特别帅，穿这件女生都会爱。怎么样？就要这个，可以先逛一下，很便宜的。等下查好码数，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瑕疵，不许漏了。知道了，凶什么？认真点，客人好拿货。这箱挑完以后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改天吧，今天先把订单都检查完，这样就不用等了。行吧，那我们去看地方行吗？这边弄完以后，开店的地方。钱够吗？够了，缴完房租以后，我们手里还有结余，没问题。也行。啊？那我可以做点饮料、点心在店门口卖，充分利用店面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安排上。要是我们把债都还完了，开分店的话，从一到二，从二到三，四五六七八。哎，太夸张了，想得挺美。啊，干嘛不能想嘛？我有你，肯定能做得到。嘉木，嗯，这件怎么这么小？我们留着吧，说不定有小孩买呢。留着给孩子得了。开玩笑啦，要不然我们先把这锅停一停。疯了，疯子。要是我们有时间的话，请朋友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方茴、乔燃和陈寻。方茴和陈寻会去吗？怎么了？事情不是过去很久了吗？要是陈寻把新女友带过来，不是让方茴别扭吗？嘉木，我们怎么能拦得住陈寻呢？我们哪能阻止他带他的新女友过来呢？你想想。也是啊，方茴也得接受事实啊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能怎么办呢？都没爱了。陈寻又不是我。干嘛？好害羞。你想点什么就点，我告诉你，这一顿请客的人在这里就是嘉墨。你做事有跟我商量过吗？你还真打啊？疼啊。乔然，你别再这样消失了，我好担心你。你知道他有多担心你吗？每天都提你，我都吃醋了。有时候这样，乔然，乔然，我都吃醋了。吃醋了？吃醋了。你每天都这样。朋友啦。知道是朋友，干什么？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吃醋了？啊啊，赵烨，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你马上回答我，你跟嘉墨怎么回事？就怎么了？交往了？还得写信告诉你吗？终于啊，我的兄弟啊！等一下，谁说了当你女朋友？就也没人说，怎么了？还是说你无了一档？
要是不说你是的话，我问你，那还有人在你面前骚扰你怎么办？打他吗？让他骚扰你吗？不是我女友的话，说你吧，说你吧，说你吧。英国感觉怎么样啊？什么？爽不爽？爽不爽？爽什么？英国人。没有啊，兄弟，我是学生。对，他是学生，你提干嘛提干嘛，想要吗？想要啊，你同意吗？我赵烨。各位，这是艾恩。大家好。嗯，你好。你好。对，盘子，给。安，你点菜吧，赵烨请客，他刚付起来。管管你说什么？点菜，点菜吧。方茴，你怎么了？有点肚子疼，要不要先点一点热热的吃茶？那我去点一壶热茶吧。没关系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。方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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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段时间你要多休息，我给你开点药回家吃。稍等一下。方茴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。他只是有一些孕期反应。什么？孕期反应吗？一个多月了，请问谁是孩子的父亲？